不是有那个楼梯吗？就是进。有那个楼梯，不小心一踩空了，它还是很危险。他妈都在溜滑。怎么样都很危险，你只要站起来都很危险。对啊，站起来就是会摔倒，你直接躺在地上就不会摔倒啊，很有道理。没有，你躺在地上就你就不会摔倒啊，所以你只要站起来就很危险，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再站起来就超危险。